可以搞笑幽默，可以感动催泪。另一则教学全心奉献，即使癌症末期，用生命教学，坐轮椅上课。陈国展这天，一则老师缺席了，再度入院治疗，多达50名学员上台，有人早已止不住泪。简美兰生命最低潮时接触生命美学课程，走过失婚阴霾，迎来美满人生。10多年来，一则老师是最大心灵支柱。他身上有好几个癌症缠绕着他，那他还是一样，每一次的课程，他还是很尽心尽力的教同学。妙手生华，手语演绎，读经班孩子念《弟子规》。课程多元丰富，小小孩也获益良多，借由茶道抚平躁动的心。旅居加拿大10多年的慈济志工吴慈英，每年固定回台充电。不只是在茶道的这个领域里面，也有花道，也有生命美学，种种。上人跟我们讲说，慈济的道场就是社区的家，所以我们18年的我们的成果发表呢，我们就定为嘉年华。未来愿景，营造成更温暖的家，期盼更多人走进菩萨道，传播大爱。大爱新闻黄子玲、郭继宗、彰化报道。